元旦天才郑颖优近日出席韩国旅游合作团启动仪式，作为韩国访问年宣传大使，郑颖优身穿简约西装现身，帅气的样貌引发关注。当天许多政要名人现身，其中总统夫人金建熙和三星财阀李富珍与郑颖优同框的画面也引发韩国网友热议。金建熙和李富珍都年过50，但和二十代的年轻偶像郑颖优站在一起时，看起来就像姐弟而不是母子。超冻龄的两位美魔女也引发了网友们的惊叹，突破次元壁的同框也让人感到十分神奇。而在当天的活动中，郑颖优和金建熙为了仪式和留学生们一起合影，座位也被安排在一块。虽然两人彼此私下零互动，但发光的脸蛋几乎像是同龄人，让网友们啧啧称奇，纷纷表示不愧是总统夫人，她用脸宣扬国威的郑颖优啊。